动了高为，最近力见分辨，难道出台不了机怪吧？啊，家来叔叔啊，李靖操烦，国家大事又搁叔啊，李靖的烦恼。为啥不来呀、啊？因为天出事，当踢球。这次我会再给你们。拍一次阿里山小火车在这个75号平交道，虽然现在这个庙很巧，可是我的重点是要让你们再一次看到这个你们常常说两年前你们来这个平交道的时候，我都还是日本的号志，就是那个叉叉的东西，但现在已经有台铁的那个平交道号志灯，然后还有它的声音了。这个东西，而且我可以先得到一个日志，要准备闪灯了，因为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会先转。会下来了。海河故乡，花落地多少？恰幸殷实，会后这是丁通关，终点李靖，真正奇怪。不，我来怀我第三兄弟，你我都来。哦，声音变了。要算起来几天？三天。明明是台铁的声音，结果变了。